来帮我选杰，帮我选杰。我选不下去哎、欸。快点呐、啊，真的啊！你帮我选杰啊！你没有杰对不对？各种飞啊，一个飞一个杰。我没有杰。没关系啊，你玩杰，我卡莎比亚 jungle。看，所以现在怎样？你赶紧选啊！真的，你相信我啊，一个飞舞啊！我卡莎比亚，就你解的 KDA 1.8 哎、欸，欸、不错啊，板 1.7 哎、欸，是啊，今天打了一场面 1.8， 直接差哎，不、欸哦，我有什么还没按？哇，你还有那个造型哎、欸，奶茶你好有钱哦，是不是要死了、啊？哎、欸，帮我看一下，不要，你们 face 你 face check 哦。哇，好凶啊！加我 face check 可以。哇 ，face check 哎、欸，这眼睛是送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过那个题目，那个北韩的任务。我那有过，我忘记是，我忘记调。哇，我刚被一个火烧牌组弄哎、欸，所以你赢了，还没。啊，怎么开始了、啊？不玩啊！放弃你的积分吧，孩子。看，门到歪，请代打。你当然请代打、啊。你知道牺牲一个人完成那个五个人的梦想了？应该来说是四个人啊。你说一个畜生吗？这样子啊。嘘，小声点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他马上就要来 gank 我哎、欸！吸血鬼跟凯南不是互相 combo 吗？看技，这样子就是拼技术的。我不要点爆好不好？前期怎么吸血鬼怎么能 combo 了凯南？前期是凯南赢。对啊，你要压赢，你吸血鬼要压赢至少要七等啊，还没七等就被吸爆了、啊，能归就归啊。就不要怕 JG 而已，海能什么都是浮云啊！哦，来了，感觉 JG 在上，来喽！对啊，他这样子压一定在上。我要用史丹利式吸法。史丹利式吸法什么东西？就是用抖动来让自己强制进入经验区，叫做帝王抖法。好深闹啊！研究很透彻的。一边炉石一边打野啊！靠呀！你黏啊你！你们加把劲，我快打完了。我等下被 gank， 我就那个哭哭找妈妈。感觉江哥在中，他往哎、欸、来。可以啊，我来了，给他绑了。他是的呢，没三个而已。他带那个大颗经验啊，各种神系啊。哎、欸，我才四等，那蜘蛛就已经四等了。我操，他不 gank 人的、欸。他从头都在练功。应该本来是，哎、欸，他中，两闪。可能好北蓝哦！啊，我觉得蜘蛛在下，在中。然后这边走会怪怪的。哇 ，KDA 1.8死掉了。哇、哦，你吓到我了！他不凶你的样子，要给他打一波。看到我前进，他已经退的、啊。吸他。江哥还有闪哦，
西娜给他打，给他打，你干嘛不吸？你下没？这样比较像啊。我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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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要吸吗？走位啊！靠腰、哦，没打打，都不打、啊。好塞，我是你知道我 Q, 我刚坦坦应该去打。五等吗？不是不是，你普攻就可以了。他差就那一滴，你看。也是，我饿了。没有啊，我刚顾着闪他那个标啊。哦，不过你说的。哦，尾鱼这个操作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下路 AD 跟 AP 都没闪，哎、欸、不是 AD 跟 support 都没闪。哎，他有点猛哎、欸，各种 carry， 好难过、哦，被打爆了。好啦，你就放着我自生自灭，帮我摆一根眼就好了。好、啊。压制的。哦，这什么？别说啦，这你被打爆啦！干上草这个蹲太水小了。GG， 你就下两都没闪吗？对，都没闪。哦，他没光盾。哎、欸，我两次都被。奶、欸、茶，他那个饭有脚闪吗？我因为我是记得他有脚闪。Fuck！ 好，我记得这个饭有脚闪。这是凯能，只会靠。反正那个，反正 AP 那个 support 一定没闪的、啊，然后饭至少没光盾。冰鸟去拿蓝了。我觉得你这样子手上的你的红可能有点危险。啊，你等等直接拿蓝好了。这波少很多兵呢。好，那你直接拿蓝好了。我觉得龟狗已经没得打，五等，我觉得他砍了已经快七等。他儿子快七等，太恐了吧。我觉得你练蓝的时候被刚啊，你不是练蓝就是练红会被刚啊，你两个 buff 一定会被偷一个、啊，你不是红被刚就蓝被刚、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一直在这，他们刚拿完蓝，他要去刚中了，我觉得他在刚红啊，没有他在刚你、哦，好痛哦，我操嘞。下路可能要过来帮我支援。啊！冰鸟也过去了。太有红了，太有红了，太红了！他偷掉，不要。哎、欸，谁？他去中，他去中。出现就这样子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蜘蛛已经有那个啦？哇，三个头。三个头啊！打过一点，我先拿蓝。好哟，我就要被塔杀。你要记住这个位置，下路很为难啊，中路也很为难啊，上路也很为难。上路这无解啦。没办法，他太猛啦。没有哪人这样蹲的，只有啦。可是我那一波没过。蜘蛛敢去练他家自己红了，他要往上走，他练他自己的红。哎、欸，哦、oh, fuck， ID 他 ID， 敢上路 ATM 啦，戳死他！哦、oh, 耶、yeah, yeah. ，你这样戳死他，你自己还是亏啊。怎么不是这么说？因为你做助攻吧。那也没办法，他直接塔架刚到，把你兵线控制好了，刚到爆掉了。怎么了？想被碰碰操作操作失误，没有躲他，没有躲到他的 E 啊！你在塔外被干哎、欸，又还被往下哎，都在啊！哦哎、欸，他饿了哎、欸，没躲到他的 E， 好雷哦！躲不到他 E， 我稳输啊！靠下路了，哎、欸，中路那个没弹哦，等来干他一轮。我鱼喝蓝水啊！哎、欸，好猛！哇！辅助 carry 的世界啊！看你那个死酱油还在那边打嘴炮，对、哦、我，你别说了，我前面
那个你们自己被 gank 怪我，蜘蛛绕那边绕两次，啊、太猛了、啊，不能怪我、啊。我不被 gank， 你跟他说。好，弄他，弄他了，我来了，不用怕，我来了。哦，别说了，他们蜘蛛也来了，哎、啊，逃命喽！先杀一秒，先杀两。哇，干你！你要杀蜘蛛？你肥啊！对，他们装备比我们好、啊。好歪头啊啊！还有机会，快跑！啊、你别干嘛？上去送头，怎么回去啊？他应该不会死吧？啊、哦！现在顶不住啊，这猪太猛了！干他猛还不是你养？什么我养？我讲他那一次 gank， 我要是活了，头都可以当球踢。他连到两次同样的路，便是交闪都死啊！这凯南打你，怎么出了一个探索植物来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也想问啊！他露出面具，然后被他打爆，就压、啊。我现在能压他一点。算了，我去帮。我的炮车。你去帮下路。我要去帮下，我要帮下龙头了。好啊，你们中上自生自灭。Fuck you！ 拜拜。说，哎、欸，普攻啊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不普攻啊？我普了，没他死定了。他这样换得到。你怎么可能换得到？你刚最后一下没有丢到、啊。不是。你怎么大学最后发啊？刚转好，帅哥、哦，你知道刚转好这三个字啊？别说了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蛮猛的，你被 gank 爆还可以杀他、欸，哎、我不是你，现在只在打嘴炮，用嘴巴玩游戏。别说了，我那一次要不是要不是得到一弹都被我一起打掉了，过于慢香宝啊！来的，好吧。对，这都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过来啊！你、欸、给我重击 CD 呢？Q 啊跟 Q 啊，应该不会有 Q 吧、啊？杰要来帮啊！要来啊，不然会出师。冰鸟，别说了，冰鸟在中，你要我来，我来了。冰鸟，你要中杰没？要帮忙，要帮忙吃啊！哎、欸，我来。啊，我要躲，拜拜。他们这样不抢。怎么会这样叫我帮忙？冰鸟也没走，你看那冰鸟多猛吗？刚两下我就变蛋花汤了。烂哦！别说了，他拿那个蓝压到我脸上，我能够 CS 不输已经是奇迹了。看下路下一波。好了，换个出装方式了。我觉得你专注，又要死了啊！动啊！动你行不行？动查宝石啊！动。你现在就是动啊！那边缺血，杀他啦！快帮我报仇啊，帅哥！哈哈卡，一卡，火卡，你的 Q 有中吗？啊，还蛮烂，垃圾，完了，要烂哦，超烂的！他用嘴巴打游戏的，敢怼我？敢？哎、欸，你别说，他物防100真的有硬哦。敢这几个真的没录用，靠我啊！飞过去上。德玛西哦，你不德玛西，你还想等？那个，如果是我，刚想说应该干得掉啊。没关系啊，你们给我画一个闪现。他想闪现，放闪现的。我普攻，你别说了，那个砍人真的有点硬啊，我这样子打不死啊，没 Q 到，其实主要是没 Q 到。他硬是你太痒，然后空 Q。哦，你要赌 Q 空 Q 的 GG 啦。别说了，他那个跑好快哦。那个不要，你可以不要再戳了吗？你现在 KDA 零哎，帅哥。我帮你擦根眼啊，擦根眼再中。None escape the shadow。没差，我将会 carry 的。单机 carry 的世界。Brave the shadows。看你们三个打两个，有三个打一个，还被换掉两只。三个打一个，两个啦。啊。你当凯南是战神啊，一个撸我怕那凯南那个出那个探索者真的有点猛啊！我操，掉在里面！你又要送哦？要存心要突爆你，这没办法。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太扯了！啊，你推那么前面干嘛啦？你的糖掉了。啊，他死了，我当然推兵啊！那波一定推。我操！啊、你去中路了，我来上路啊。没有听过，你有没有听过阿国讲？哇，雷比好小啊！哇，雷比好小！哇，雷比好小啊！欸、那个范才八等哎、欸，那个范是妹子啊 ，PK 儿是妹子啊，啊，妹子比我没有，可他比我强。大胖胖猪，
哎、啊欸，蜘蛛哦，进来了，要不要钢死啊？他进来了，确定钢是钢死他还钢死你自己、啊？可以啊，中间只有两只而已，那个 AD 跟凯能都。你会不会被钢死啊？你要撑到我到啊！哦，我的炉石终于打赢了。哦，这个操作 Faker， 哦，哦，哦，啊，被他对方 Q 到，起来了，我好操，快快快快快，我去，我要往生了啊！有，哎，怎么你怎么还是死啊？哎，快跑快跑，他已经死了，他有方队，别说啦，你就是来这边逛街的、啊，关键我在后面一直轰炸，哎，他轰炸新产品啊，你在那边嘴炮。哦，我不行，我要去下路杀那个凡的，这其他人太难搞了。会被妹子反杀、啊？没有，那个凡是男的，搞错了，刚有人密我。哦，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现在要专搞他、欸，我是受不了。哎，装备给我啦，你去下路啊！哎，下路，哎哎，奶他，你到了？奶他死了，没有单杀。哎、欸，推中，我们推中，送肥哦，送肥，推上。不要想单杀他，那个他们那是走过来，奶茶死定了，那个跑掉，直接推中了，啊，推到二塔，他们那个最能防守在那边在下路撸人啊。哎、欸，他们下路四个，上路一个 ，OK 啊，蜘蛛不会再刚你了，好开心哦，你要死了，要被单杀了，好开心。干你老师，无所谓，他直接 W 死。你找实战游戏，不要吵啦！你也知道备注的悲剧，你自己打伤了。你别说了，你已经死七次啦！哎、欸，我他们叫阿比中，阿比中，阿比中！我们赶快把这个我贡献，我是贡献超过一半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尾鱼哦，贪吃鬼尾鱼啊出现了！尾我掩护你，快点！快掩护我，我怕。应该不会啦，不会了。怎么办？我被打爆了啊，队长！别是。别什么队长啊，一四一啊，打爆啦！我还一四一，我现在只能跟你同流合污啊！两个废柴在嘴炮。哎、欸，我们蓝到底什么时候啊？没有蓝根本打不下去啊！冰鸟拿了一堆蓝，你在那笑。欸、我们的等级很平均啊，小龙，哎、欸，小龙在30秒，我不可能会转回站。哎、欸，我们蓝到底什么时候啊？快，东海那边计时间。被我吃掉了没？哦，刚吃到啊、哦，还没啦，还是快是18分没，18、19分随便啦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先吃小龙啊！哎、欸，龟狗下来喽，小龙。不要，我没有，他跟凯在上了，凯能跟他抵掉，我们比较赚了。哇、哦、靠、啊啊！我现在是1T2的废渣、欸。凯能已经棒棒面具加探索的护腕，鬼下打脸啊！哎、欸，小龙哦，10秒、哦。啊不行，他太鲁侠了。那没开吃，紧张什么？欸、开吃没？还没啊。他们要吃吗？出了跟我开动了，哎、欸，他们开动了。开动？你还在下路吃兵讲我？别说了，我在等你们啊。慢起来，我把最猛的拖住了，你没地赢啊。对，没了，龙没了。别说了，奶茶被秒杀了。开心，我们的杰跟我们杰怎么被我们杰被范丹杀怎么打啊？啊！不是刺客的脚打 AD 啊！别说了，他等级跟我一样高啊！他有陨落，我没有陨落啊！有差、啊，但你没陨落，为什么？可以解释一下。差300块，好烂哦、喔！差不多。屁啦！我把凯能打到回家哎、欸！你死了七次哎、欸！那也没办法，那有4-5次是给蜘蛛杀的、啊。今天这游戏要难玩。你看我推到塔了，你们好废哦，下路。下路二年前就推掉塔了。我们塔三路都赢嘞、欸。废话，我没有、欸、上路早就推掉塔了。那快那他、啊，快挂机啊！别说了，我赶快赚100块，我要出陨落啊，受不了。我出魔杖。你不要小看那陨落，那陨落吸别人补自己，我就差那个陨落的伤害就把他吸爆了。就是你就是没减速陨落，因为你被打爆啦、啊。这是废哦，你这是蝴蝶效应啦、啊。遇到我第一次遇到杰出不了陨落20分钟哎、欸，说好要上的，你们几个都缩在后面。啊、小龙去打你，先推一点，中退一点，推。我遇到二了吗？好开心哎呀、欸！小龙时间都讲了，哦、在那边冰鸟卡雷。哎、啊、哎，龟、欸、狗你在干嘛？他们都在你后面啊。
紧张，吃八龙啊！吃八龙，他妈吃八龙啊！杰哥，做梦啊！二十分钟，你们白捡，他们这里还没有饭啊，快点啊！饭跟猪绝对吃不下。来来，这时候就是上路 carry 的世界啊！来来来，哎，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，就是我放长钩头，斩斩斩斩，杀一只，我杀一只，快快快，表现！杰哥快点，杰哥快点，分之200一定赢啊！来喽，杰哥，我尾刀喽！哦不错，哦不错 ，EQ 了，靠腰嘞，好烂哦，同神！别说啦，尽力啦，没差，你这边飞来飞去啦。是超快的，要求我。哎、欸，哦，哦，抓紧他、啊。哦，还有八龙 buff 啊，你跟我过去。奶茶，奶茶快，奶茶被粉红。奶茶快跑，快跑哦！奶茶撞塔。有啊，玩玩。左边啦，统神应该可以收。啊，没到，这样靠不赢那个。啊、他就、啊、他有八龙，他等级也蛮高的，不是吗？他等级输你一等而已、啊。哦，还不是你们不早点上。没办法帮啊！没办法，整个核心被引爆。我速行在跑啊！靠腰，我上第一个，我都冲进去把范秒杀了，还用别说了。自己反杀的时候，八龙他们知道八龙正好没有啊，正好八龙已经干干了。怪谁？八龙怪你不是吗？还不是你在下路他们在干开的？是站在最后一个位置。别说了，我那个钻陨落多关键啊！有陨落我就是神，没陨落我就是废物啊！有陨落还是废物、啊？没有都是废物啊！ The truth lies in darkness.你凯能有小小惊人的啦，打不赢。也没屁用了啊！要不要来抓一下？他们有八龙哎、欸，他两个有，对吧？没有，剩哎，冰鸟两个那个 sup， 那个冰鸟现在超猛的，不要过去。不会再那么大啊！先冰鸟吧！啊，你们守啊，你们守，我 BD 啊！不要打啊！我们守，问号。徽章就一直推啊，然后让同性恋来，然后让那个同性恋推啊！守好，守好哦！守有冰鸟在那边大姐退兵，守不了啊！退，奶茶退，奶茶退！我约了。What are you? What the fuck？ 你们走那条路，徽总不能走那条。他没差，他对我开大就浪费了，他要对我。他叫陨落，怎么还是死的？他不烂哦！我陨落来不及。到底是怎样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开陨落？屁话！没有。他两个大装啊！说你有没有开陨落？是没丢出陨落吗？是没丢出陨落。哦，我去哪里？太猛了！那给他们吹啊！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不其实他们蜘蛛蛮软的，他们蜘蛛是输出流啊，难怪这么痛。主要是饭有没有被压，现在肥起来啊。先给劫肥吧，肥不起来啊。哦，不行，我要再去 BD 啊，受不了。他妈饭，他妈推下 ！BD 要单赢人、啊。那个饭不在中，你没讲一下哦。没有啊，那我那座塔放掉了，我们守那塔就好了。那个等下被他们抓，实际开战。不要讲啦，人家根本就……帮忙啊！下要不守。好，我来守了。我用子弹顶啊！我马上。塔位上没子弹很尴尬、啊。等我。我快到。我来。刚死他们。这冰鸟超痛的。等一下啦。先杀谁？等他们饿啦。绑到谁就杀谁啊！在塔的时候，只有凯能比较难杀，其他其实他凯能才会饿。哎、欸，不要小他要小金人啊，不要小看小金人、啊。清兵，清兵，清兵。Oh fuck！ 哎、欸，蓝出了、欸，解药吗？我要，我觉得给我比较有用哎、欸。啊，给你有个屁用！魔力是满的、啊。用魔力吗？魔力也是满的。别说了，我就给你的份啦。别说了，我有蓝就是神啊。别说了，我25分钟，你让我普通 solo rank， 有些人尊重我的第二个蓝就让我啦。
尊重你。七分钟蓝就是给我啦。哎、欸，我们在八龙。你又不尊重人家。哎、哦，有时间。二七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老头，要不要吃？来了。哎、欸，小龙是不是没了？还是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小龙？我们有吃过啊，我们干第一次我们吃的、欸。哦。没有。还要等级。我的蜘蛛怎么有个惊人啦、啊？我操！蜘蛛等级蛮近的。其蜘蛛它那个，那个饭，那个饭整天在下路各种单机，像食物等的。没差吧？还有沙姐啊。对啊，还有沙姐。其实我们让他们进攻了。那我觉得饭有三个头，好像三个都是杰送的、啊。别说了，奶茶送一个、啊，你藏我头上。我们下路压的那么好，你那边送。啊！战犯转移，好爽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该要干他们一波了。范德下路单机啊，上路有一个刚开始啊。冲、欸、一下啦！哦，你开没？啊，人家开会爆炸啦！哦、啊，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啊，右手。我操！你把关打开，哇、哦！还只是那个冰墙也挡住你，好不好？不止我一个。哎呀，饿了。这输的超软。哎、欸、哎，蛋，哎、欸、蛋。蛋啊！哎、欸，蛋啊！哎哎哎，饭！啊，死机了！啊！虚弱，他虚弱！妈呀！好听话、啊！姐，你死太快了！啊！从我闪开，你还叫我开！哦，东海，不要乱指挥啊！那个智障冲进去又逃不出来的，那子开绝对会爆炸！别忘了他是菲特啊！别闹了，好了，你去顶他、啊。哦。龙海乱指挥，好、哦，这个就不能怪你。那个真的很痛啊！我都因为他操作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也不能怪他。你懂意思？唉，这要是 Faker 已经 triple kill 啊！我还走出来再笑两声，对没？呵呵，这样。是你的喇叭啦！哎，帮我！帮我出了 GG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我要吃啊！这个给我啊！给我啊！快惊人啦、啊，差很多啊！哦，哎、欸，巴龙要顾啊，哥哥们，都顾吃，住在中，吃三郎吧你。哎，你这会战都，你刚刚会战连一个助攻都没拿到，乱动。哎、欸，中路，中了爆啊！哦，不管了、啊，我有技能再去找你们。就你爱吃，不管两个爱吃，然后通路掉了啦。不管啦。想要吃我那个快技能的。哎、欸，帮！你讲话各种文雅，你要快！我快16等了 啊！我16啊！我下神了，我16。输了也值得啊！这么好心的神魔没遇过。哎、欸，蜘蛛在下哎、欸。还在开吗？开了，开了吗？这辈子不开，对不起爸爸。冰鸟都没蛋了。哎、欸，人来杀人好了，冰鸟。是的。挡杀人，佛挡杀佛啊！哎、欸，冰鸟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超过去，冰鸟，哎、欸，够冰鸟，哇，好啊，哇，很小、哦，看起来蛮猛的，完全被打爆哎，哇，不错啊，这个送头也是，哦，好勇啊，啊，打不赢啊。不，那凯能开大要怎么打、啊？超级痛的、啊！我不想讲你啊！不，那凯能超肥的，这怎么打？不，那凯能刚刚凯能开大，我的血都喷的。你他妈的！这游戏好难玩啊！宝宝都带闪现了。我一直被教你是 KDA， 这也是悲剧啊！那他的冰墙真的超惨，冰墙被那个完全把我堵到死啊！哎、欸，感觉都还要送了、欸，怎么可能？不要闹了，我快惊人啦！啊、哦，他们一堆惊人，谁受得了？你知道我刚才等凯能先那个啊，不然根本就打不死半只啊！我觉得等我们还是不要。硬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主动开啊，我们被动开、啊。要拉打、啊，不然那个他们那个凯能一个就搞爆我们所有人了、啊，要拉打，太痛了、啊、那个。
这开那个大，光那个大姐的余波就把我震了半条了。大姐还要分余波跟土波。对啊，他完全没有 Q 我，也没有 W 我，就把就是余波的一个 W， 我冲过半条了。余波，余波在。不行啊，这我差那么一点点钱啊，我决定要冒险。可以回家的。哎。不错不错。没差啦，现在三十分钟装备有差，到五十分钟谁还管他装备？大家都满装了。我怕你操作太可爱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接下来每一只霸龙都要放，那你手不关就好了。你要知道一个满装的，你要知道一个满装的飞特跟一个满装的飞可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等级啊。不要讲了啦，他们冰鸟完全就把我们 K 个戏，说没有有弹没弹都浮云啊。他们拿霸龙不推，那我们就归没。哎、欸，你超级兵要守吗？你觉得？推啊推啊！啊什么超级兵？要守啊！废话，当然要守啊！不然推完这个就推别的啊！当然要守啊！不然推完这个就推别的、啊。因为啊，帮我冲进去，然后血池进了，然后你再进场。啊，一定这样子啊！一定等于我看我们绝对不能再冲了。那凯伦真的太猛，一定要先杀凯伦。跟凯伦进来先刚死他。不然先刚这个蜘蛛啊，蜘蛛哎，蜘蛛其实很短，真的。刚看。刚刚把你失误就可以了，要打哦，开哦，还不错，哎，就是说打被动，闹了，打被动也要开啊，哎呦，分开，好了，不想这不想这超卡的哦，那卡到几次？我还马上废了我两招啊，操你妈的！打被动也要开啊，不开怎么打？上路这个怎么样？外塔刚刚怎么开？你们觉得要守吗？加点拖啊，加点拖啊，先清一点兵之类的、啊。你起码用刀子转两下。啊！有人被绑到了。哇！直接蒸发。哦哦哦！有大球。飞车躲不掉啊！哇，这个飞车，哦，飞车很难战斗。加油！这只挂头应该再闪现。鬼每次会绑，别说啦。你要怎样战犯转移？不要战犯转移啊！我说你们银仙就不会这样子哦。我被住哎、欸，这不能怪我吧？你看那个蜘，你也自己也知道蜘蛛多阻拦我，完全把我完全不给我面子啊！我们现在等什么？为什么不投一投打下一场？啊，还有机会啊！干嘛投？我打三十分钟了，很浪费、欸。对啊，下一场。现在33分钟对不对？我们拖到53分钟，谁还管他装备啊？一波就 GG 了，他们。我们53000其实也是有机会的、啊。你是吉祥哦。可以的、啊，我们都快18级了，等级就没差了，剩存装备，再弄个10分钟，装备也没差了。大哥型玩家、啊，妈的逆转啦！阿胖，你知道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每一只霸龙都守不住啊，就直接放了、啊，反正等放了，对不对？等等，我们基地复活不是霸龙吗？他们在霸龙，就随便打一波啊，输了就投降了。那不然呢？等你神表现啊！有啦，我刚刚已经在飞了啦，已经很努力了。现在只能抓冰鸟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先飞死那个蜘蛛，又在那边玩弄那个凯能，冲冰鸟啊！就啊，我们要一起全部冲冰鸟了吧？干嘛？你为什么要冲冰鸟啊？他超痛哎、欸！哇哦，超痛吗？哎、欸，他刚刚冰球，我半下血没了。啊！我要拖时间，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
来。有啊有啊，我们把那个中上二路带更远一点啊，带五十秒啊。哎、欸，蓝出来。来。你要吃？哎、啊，给你用，哎、欸，给我用，给我用。那推下了、OK， 你要进去一波就死了，要蓝干嘛、啊？对不对？也是啊。我可以在后面轰炸、啊。连搓超小兵都搓得跟什么一样久啊！好啦，手下路啊！哎、欸，要爆了！可以啊，喝红金链啊，要拼野这一波了。好啊，喝红金链。我进不了场啊，他那个墙太猛了。哎、欸，等龟狗。哎、欸，我冲，我冲！没可要死了。好啊。这个连大都没开就死了。好、啊，等一下，等待一下，我要出现了。I will be a hero. Ready go！ 狗准备，冲打我！走，可以打。大五只了，了。饭呢？饭，抓饭啦！饭啊！哥哥，你们在打饭啊？是谁？这只鸟王，尾鱼鸟王，尾鱼。哇操嘞，尾鱼！这两只啊，尾鱼在干嘛？下面要不打，我会打上面那两个。哦，那个蜘蛛很难杀的啊，你先杀那个跑不动的鸟，飞不动的鸟，就差一滴耶、欸。我、哦、大四只哎、欸，这份我已经不是战犯啦。没差啦，爆两路跟爆三路也一样的啦，就是要守啊。战犯就是你啊，还敢顶嘴？干！敢烂死了！你刚刚要是跳槽了，哇！你干嘛、啊？直接冲过去吃晕了，就是你连大都没丢就死了。哇、哦！不错，不错哦。哇、哦！哦，飞哥，哦，嗝屁，飞哥嗝屁，烂死了！看到最烂的姐，妈以后一定要边姐，我受不了了。哎、欸，停一下。对不起呀、啊。啊，我失算了，忘记了。大会玩的、啊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逃跑了！他无视我、欸，哎，我又爆了！中啊，尾鱼顶上啊，尾鱼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巴龙应该吃掉了吧？该吃吧。啊，没关系，就守三路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掉两路跟掉三路都一样的。别说，那蜘蛛真的超级痛的哦。有啊，我看你要的。好吧。欸、红顺便收一收啊，趁现在。要支撑的，这太危险了。我们去杜巴罗吧。你只能放啦。龙炮，我掉一定大五个。我这是有那个啊，离山卓的折磨啊，离山卓折磨。离山卓。哦。折磨你们这些小王八蛋、啊。看你的面。他想玩我们而已啊。哦。躲一下，走一下。不错哦，哎、欸，我哎，对、欸，我帮你挡了，我真好。他根本就射不到，那么远啊，射得到。不要嘴炮、欸、啊！上路，这一定要守啊！这再掉，真的是这是玩国境的。这不行守啊！哎、欸，等待哦，哎、欸，够，好，走啊，打开啊，打开！你抢的容易哦，怎么开？欸、你俩别急的，哇！真暴气啊！冰鸟变蛋，我的全部都变成尸体啦！啊，都不能开呗，我没技能，我鬼不差一点点。啊，不能开！你那座塔掉了，三路都爆，国际防卫战怎么可能赢？超级女神啦！不要吵啊，守不了女神啦、啊，这超兵跟神一样啊！
妈的，我再怎么样，全场输出也第二，我们这队啊。又是你死了14次，然后那个23000的死了12次啦。输出没有关系。哎、欸，你们，哎、欸，不爽你派一个辅助给我啊。不爽你派辅助给我啊。那人蹲上路蹲死了，蹲上草蹲4次。你上路爆人家其实是你的错。打狗也不是这样打的、啊。还要玩吗？啊，再要一场啊！你要玩谁？我不想，11点多，你们要睡了吧？我鱼要睡了吧？嗯，不一定啊。这么晚了，我鱼。啊，可以再勉强的话。我怕你被骂。你先说你要玩谁？哦，刚好是因为刚刚我前面被住啊。蜘蛛来一次，然后你让他被住，我听你在本哥吹。真的啦，他中间来一次，绕两次，绕一大圈过来 gank 我。他从上面走，又从下面过来，然后 gank 我来一次，对不对？他又从上面走去，又从上面 gank 来一次，但稳死的、啊。你知道我一定是东海错完炉子啊？没有，我一犯的错就是第二次在冰两边怼到他的一啊，就是那个错误而已啊。因为我真的讲的操作很猛啊，环节就是一个错误啊。美丽的错误哦，再打一场好吗？来，排 solo Q 啦，好啦，再打一场啊，可以吗？说打，啊，再一场，没错，就这样，你们要了，好，像我那 P 完，我直接不给你，我直接不给你选上杰，这你给我完结啊，真的，哦，给他完结啦，给他完结啦，那一场是我错啊，我不该玩炉石的。刚刚意外啊！我这各种飞啊！我要玩吉林。好啊！哎、欸，东海，你去打上路，我要卡莎比亚 jungle。奶茶吉林真的有在练啊，很猛。好了，不要闹了，认真了。变个卡莎，呀！我完结，你要完结中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找中路吧。同城中呢？啊？可以，同城可以凯瑟琳点外对面啊！你说啊，对面怎么被你的中路角？他想玩谁啊？我看到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一张图片，你们看，感觉他。看到啊！你帮我选个杰稳赢大这场，真的啦！不行啊，剛剛意外要换复制啊！有对面想玩那种，好被胜啦！随便，对面要拿谁啊？拿江湖，讲完结，不要，所以到底要打哪？啊，我 jungle 啦，我要认真玩的，玩一 v 一啦。so cool 哦！不，我现在不收。这样缺塔、欸。等一下，我再考虑一下，我要不要交换给什么谁、啊？要啦，真的啦，你再给我一场机会。你打 AD 啊，就算你也三项葛雷夫啦。啊，好啊，我打 AD 啊。三项疾风葛雷夫，三项就算了，还出先锁了，先锁了。不管了，我要增量学姐一下，受不了了。不是，没有，我是觉得三项就算了，你出疾风全干嘛？我要选出21世纪最强的 jungle， 史加纳，史加纳落伍了，特朗德，哇，啊，就决定是你啊，打李星哎，特朗德，啊，你要选阿姆哦，李星各种踢啊，踢他老师啊，别猛啊，我玩一点，那我玩个混伤的，感觉我好像缺，还叫这只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你玩阿姆就对。我感觉我阿姆这样绑一个，然后给你变五个。我带这个。哎、欸，我真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不要。哎、欸，那你把它玩别只啊，不要每周玩库奇啊。可是要玩混伤只有 EZ 跟库奇啊，我又不会玩 EZ。我不会玩 EZ， 你选 EZ 嘛
欸，你知道我以前毅力胜率100%吗？在打战队的时候，那不知道被谁害的，害人。是这样说？谁啊？那么累，受不了。我还是不会跟你结。啊！不要闹好不好？你他这毅力比三项可夫还可怕、啊。好啦好啦，民国几年了，国父都不知道革命几次了，还在那个寒冰霸权，还出张杯啊？你知道什么吗？现在我还是给他写好了，他等下要出这，他等下要出张杯魔剑，一样一下，会受不了。一样一下，他等下出张杯，我会受不了、啊。看同学，你的那个视讯在睡觉是吗？啊？哎、欸，同学睡着了。我要玩谁啊？这个张飞伊德瑞尔真的蛮猛的。同学睡着了。在干嘛？在逗狗，在逗狗。他睡着是吗？真的假的？你还修狙狙哦？被吓！你学狙狙哦？被你狙狙！还可以狙狙，那怎么办？哇，贾克斯哎、欸！他应该会起来换脚啊！如果他真的想玩杰的话，不要吧？别放屁！欸、他真的睡着哎、欸！他还跟我换脚了，还睡着。他已经跟我换脚了、啊，同城，我再相信你一次，这边是凯尔，展现出就算被 counter 也打爆对面的决心吧。可以啦。哎、欸，凯尔只打爆了一般的劫啊，那打爆得了我的劫？哎、欸，那如果你被打爆的话，请吃披萨、啊。不用请吃披萨了。披萨太便宜了吧？那要吃什么？吃牛排不敢吃的东西啊！原来我刚按暂停，叫统神吃屎。看一下这边谁？伊藤飞，是不是钻石？啊看！啊！啊！都什么要抢我加入哦？是不是那个也是main加罗的、啊？不知道，他要上精选。是。Godlike、欸。对面上路好像还蛮强的、欸，我印象中没错的话。没关系，我今天赚了4分，好开心。什么东西啊？冲啊！你怎么玩阿姆姆？别说啊、你不觉得我们这个组合一等的时候要各种小心吗？对面加罗一打一下，凯尔开个一，贾克斯反击风暴，李星踢一两下，我们就全被 A 死了。我跟你说 ，Levin Q 我 Q， 那你是 Q， 你 Q， 索纳 Q， 站点，站点，我们两个人站这两个点，我怎么可能站 Q？ 然后龟狗你去站上面这个点，这场一定要站点。
至少知道对面要怎么走。对面上路很猛、哦。我蹲这里啊，然后东海你就比较自由一点。你是说他很猛啊？他贾克斯很猛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已经抱着要输的决心了。他不是有点小看的雷文吗？贾克斯。有吗？我看别、啊、我看别雷文玩的好，其实贾克斯反击风暴开下去，雷文很鲁。当然啊，我不是真娘学姐。你现在摸摸贾克斯中啊？我看贾克斯物防怪怪的、欸。你看贾克斯物防，带鬼步哎、欸。你看82啊！我操，82啊！我还带断剑啊！82啊！这什么物防啊？82哎、欸！他全部的符都带物防哎、欸，全部的符文呢、欸？哎、欸，你去上路啦！我要砍凯尔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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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挑战。82哎、欸，好猛、啊！82啊！红到紫都带物防啊！是吗？一定的啊！我特化物防才加30几而已啊，五十几而已啊。他带个布甲80几，那一定是全部都带物防啊。龟狗第一个装备要出残暴啊！我要出减 CD 型。我随便吐，我就打不赢他、欸，我不敢跟他对砍，太猛了。82哎、欸！好了好了，物理减免45%哎、欸，我才26%哎、欸！哈哈哈！别讲，他们还有一个 他们还有 JG 啊，伊藤飞啊！我一个不小心就升天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要弄我，那你抄什么吧？他要过去帮你吗？能雷文要来帮我吧？那我可以过去啊。可是我没两等哎、欸，跟屁一样。嗯、怎么办？等一下来踹我、欸，他来上，他去上。他把红吃掉了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他去上了、欸。没有啊，他吃自己的。我也很龟、欸。好，我挂，你等一下，他们饿了，我挂。我被加了 AP 24啊！刚奶茶被炸到剩半条血。我操你的嘞，这么神！你送吗？你送，我死定了。啊，又送。别什么送啊！你要死了是吗？上路哎、欸，上路抢三等。中路帮底，中路帮底的。不要，我没点。过来新经验啊！中路很多兵啊。可是我现在已经在上了。好了，那你可以上。你哪时候会闪啊？别说了，那凯尔没闪啊。可以啦，相信我。你要勾要讲啊，我是专业的。我们是一个 team， 你要讲话。因为我怕你还没勾到没。哦。哎、欸，帅哥，我快残暴之哦。这推波没？这不是不过强啊，是那种还没、欸。可以，我坦。哎、欸，先是你坦。真娘学姐。啊，都有在兵。中路没有闪。因为你小心点哦，你不要死掉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李欣，那个伽罗前忘了讲那个李欣其实也没有闪，刚忘了跟你们讲。你别说了，我现在已经GG了，又GG，又GG。你别哎、欸，你刚刚你回去看我实况，各种飞啊，我都一个拖延他们好几秒啊。讲真的、欸，不会啦。啊，凯尔有闪吗？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闪，凯尔没闪。我刚不小心被李欣踢到，不然我还不会死。那、啊、我先看一下凯尔眼怎么擦，他没擦。我知道，我等下弄，我一定弄他。哇，你一个换两个人闪哦。哎，别说了，我那凯尔是一滴血啊，我差点就把他冲上天了。你先弄事啊，我等下去帮你。那也是一个可惜啊。啊，不用。贾克斯也没带眼。他脆。贾克斯刚好脚闪吗？有吧？他带鬼步啊。他刚好开吗？没注意看啊，他好像没加哎、欸，他以为不会死，因为我那时候两等，杰可以吗？啊，你要吗？你要就上啊，我觉得有点风险，不要，他今天，他今天个黑影就不要，不，你不要那个李信真的是各式神踢啊，然后你吃我五支兵，他刚明就在上路送谁 buff 啊？龟狗吗？中你啊，那只那个头是你的，有 buff 我很嗨啊。
对啊，让我下路一直压，很烦啊，下路一直卡这边，过不太去。干，哎呦，我要退，有红飞红啊。我知道。那个拿钓竿的包去拿，好乖。明就你，东海你的 buff 重置啦。对啊，就你红蓝 buff 同一时间啊，是你杀的。没有啊，其实雷文康特贾克斯，雷文也没有到康特贾克斯吧？不然早一堆人选雷文了，应该是五五吧。然后贾克斯比较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大家比较多玩贾克斯。够啦，又够，可以啦，可以的，来啊来啊！还没闪，还没闪。跟你说我专业的哦，拜托你们。有人头啊！是吧？报告队长，下路打不赢啊！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，我刚觉得你现在去可以追他，你不是有武术吗？这样子勾，要是没勾到的话，可能又会被。你说我专业的，怎么会没勾到？别说啦，沉水哥。哎、欸，你要是四鬼吗？东海，等你六等来救下路啊！我想要先刚上哎、欸。这个加罗，大夫他，大夫他，大夫他，我有大剑可以啊！我等下我，你要坦我坦，你坦啊！废话。所以我猜这兵上六，下路应该没有眼了，我就他们跳了。等我，这只兵这只兵给我就上六，够，我坦，我先，我坦了。你进去喽，已经过去喽。可以杀，可以杀，换你坦。哎、欸，你要跑。没有，你突然走出去，我不知道。继续看，你给他多扛两下。哎、欸，你先过去了，那血量不够了，小心。反正他掉兵，是大事啊。下路掉我。欸、推一波可以加。你这个欺骗太狠了。你要先讲啊，走出去他跟我很大，其实他掉完兵其实有我也没。哎、欸，他来插眼了。嗯，打他打他。我要点他。我看尾鱼的 CS 还好啊，出十十二只。还是他的加入全 AP 超级痛的。蓝，你知道？欸、他名字叫洗洗碎的啦。哇，好有意境的，感觉加入铜粉欸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洗洗碎的啦。白痴，那个是大陆用语啊。是吗？嗯。那所以你是大陆粉？哦，痛！你是陆粉？这凯尔也是各种屌呀。我要凯，我看下四十。他右边的眼应该消了吧？他右边哪有插眼？白痴，好不好？什么时候插的？河道应该有一根绿眼啊，河道一根绿眼，然后这边一根红眼、啊。不要，感觉你现在。我操！不然他怎么敢那么拽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个都不买眼了、哦？有了吗？我你眼睛插这边。插那边吗？跟我前一次就插那边，没有什么成效。我觉得他马上不会绕背。我想插对面四鬼那里，感觉对面比较会从四鬼那边赶过来。这边雨欣怎么没去拿蓝？怎么没去打蓝？对啊，还没打。哎、欸，过去，台长，你还在 poke 一下吧？过去，他们这样点塔去哪？去哪？蓝，过去蓝。你要反吗？可以，我就可以反啊反。或者是我没血，我剩五百滴。来 gank 上了吧？他去哪了？他去拿蓝。我要去来刚下了。好，感觉哎、欸，你们要退了、哦，他们下路上六，奶茶多久六？不行啊！问大夫他，他多久六？奶茶爱恭维啊！别管啊！他没六，我怎么杀、啊？可以，我来了，刚死他们，我来了。走啊走啊！刚死他们。来啊！你看这边，你好会捞我哇！欸、我只普攻啊，我完全没有用什么、啊哦。那个 buff 烫都烫死他们啦！哦，我手中了，他点我他、欸。我觉得二打二我们一定赢吧。会啦，会赢啦！我还有大没丢嘞、啊。OK 的、啊。先理心啊，那凯尔有大，等他把大丢完再。哎、欸，凯尔。要先丢到吗？你要直接丢到吗？可是理心在后面嘞。奶茶，不要发呆、欸！龟狗要来帮，雷文要来帮。龟狗来收头喽！雷文要来帮，来了。看他跑得好快哦。照看他不会知道怎么杀、啊。在这边，哎、欸，他在那边，他闪现哦、喔！先，小智不敢来帮啊！你有没有啊一下？啊谁？啊李信啊，他一定大的、啊，大都不用。
啊，你大都不用。他大不是用过吗？他哪有用过？他大踢我啦！踹过东海在二。我说那个凯尔啊，没差、啊。啊！我刚没大绝，不然砍的是他们。哦，不行，这凯尔太难杀，我刚杀对了。哎，他直接杀他，他超软的，他是符文超软的，他符文带一堆 AP 死吧。哎，那贾克是误防八十几，怎么感觉被你切到超级痛啊？看他那个。因为他没血量，因为他没等级啊，因为前面 gank 了他、啊，因为他没等级啊，一开始就送一颗头，然后李信上来又送一颗头，龟狗战有没有 jungle 存在感了？有，总算有了，截然不同啊！刚才打炉石啊，我在跟我 MOD 对决，是不是会被笑啊？J4 比 J4。主角讲的是还好，我怕匪，我帮你擦眼擦深一点。那、啊、你找机会破个加罗，不要被绑，要被绑到会被一波带走。这加罗其实血蛮少的，要是他，他被你大到了，换血。不行啊，还没有大、啊。你要上吗？感觉这样子已经进打了。他没大不是吗？啊，是啊，他没大，可是可以啦哦。这样要冲塔，哎呦大，他越大了，越大大装好快。你觉得还有大板就很快啊！哦，稍微大了大了，金角闪踹我，刚可以反大。你在左边啊？上路谁没闪啊？这没眼，这没眼，没闪，没闪，皮皮没闪，假如是没鬼步没点蓝。大直接开。奶茶！哇操！这个操作！可以。欸、你要被 push 晕，我追晕，我追晕。勾一个，直接定他，直接定他。完了。你在这边哦。对。哇，闪现啊！蓝血他死定。你要死啊！你干嘛、啊？好烂哦、喔！干！哎、欸，他没闪，我不中。干，怎么砍不死啊？这是一个 AD 啊！我操，他不是物防200啊？怎么戳他跟怎么跟他戳他跟戳300的一样啊？啊，不讲了，我退上，应该退得掉，融掉了。对啊，奶茶刚刚有点小小的饿啦，中路大大的饿啦，直接丢眼下去就好，然后人就赶快闪，丢眼下去，对，接，还有什么了？不是，刚那个好友怎么不会死啊？我开大，然后一转他一下，哦，那个血量我很死的、啊，光盾吧，没有光盾，屁啊，光盾没挡到他的大啊。他超痒的，跟奇怪那个大雪怎么没伤害啊？坏掉了，这是系统 bug。超扯，大雪没伤。推中啊，他在拿四鬼。假使也是单机啊。好难杀贾格斯哦！牛，牛大来杀中路啊！下嗜血者了，怎么打？还好吧？哎、欸，中要退哦！李信在旁边。嗜血者，哦，没有，他还有鞋子，那差蛮大的。哎、欸、，Go！ 这是我 Q 他破的，这是我们破的，最后一滴。哎、欸，李信在下，不行的。奶、欸、茶，我觉得这塔看起来，这塔的。我来，我中塔决定要放，那剩不多钱。你让他们带，你让他大夫哦，这边有眼。他们要大夫。凯尔也不在，哦，不行，李信去中。凯尔不在，哎、欸，你们上路推掉再走啊。我要推，我单推推。没魔啊，可以吗？我没魔要推什么？可以啊，那塔剩一点点血。凯尔不见了。哦，我要不要拿小龙啊？这小龙，拜拜。有吗？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都过去啊！算了，放了。要放吗？他不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在这边要挡。
小龙还在啊，小龙还在。我靠，他还在上欸。你说要打，你怎么只剩一滴血啦？怎么了？你说要打的，然后小白弟，等一下要打吗？凯尔在哪里？凯尔这边。啊，我阿闪他没闪没点蓝，他饿了。要退吗？可以啊，他们少两只啊。假如是在这边，假如是他不吃啊，不吃就算。哎、欸，他也过去了，招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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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那五只啊。哦，假如是来，怎么有贾克斯？刚才说贾克斯，就是早就讲了。我是说凯尔啊，哪来的贾克斯？你讲了，凯尔在这边，贾在这边啊。讲，没差了，反正小龙稳掉。好，我今天出个允诺啊，出完允诺就切爆他们。中路放吧，我们就三个。这一定要放的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们的真良姐姐看起来现在还蛮猛的。我蛮猛的，超猛的啊！只是他们有两三只可以克我啊，一个转攻，一个无敌还补血，然后一个还会把我踹走。我玩，我要最晚进场，不管比同生还晚。啊，有允诺，有允诺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谁都不刚，我就刚那个好运姐。哎、欸，下路给我来、啊，你们手中啊，下路给我来。我谁都不刚，我就刚死的好运姐。啊，是三一三一啊，不管。Secrets kept, our weapons wasted.啊，他们都没有人出来哦，下路好运姐跟上路贾克斯而已。要聊到了没啊？我想直接过。快！我觉得他们也一定有鬼啊！我们有鬼，他们也一定有鬼。勾一个，勾一个。大！哎、欸，奶茶没到吗？我被踢了啦！哦，先退！我知道有鬼，靠腰，好多鬼哦！哦，帮你换了，帮你晕了。要死！要刷菜！退！你们退！我就被踢到，我死定了。没退没？没有，没踢到我。啊，放生！退啊！哎、欸、呦呦呦！一定来！大奶超大，奶超大！赶紧讲句话、啊，你都不讲话的。老弟啦！老弟，大绝！哎、欸，干！我肯定贾克斯最后一秒，大绝的大剑不见了。干，烂游戏！哦，这我操了！哎、欸，伟玉，你要来，你讲话还是不能讲话？看小地图啊！我看你妈小地图啦！你不讲话，谁知道？那你干嘛打战队啊？逃兵都来不及了，看小地图，看那个我那个血量。啊，我刚，哎，我也忘了讲，我就很顺势的走下来啊，因为我刚突然兵。哇，我废了，我废渣。不管，我买蓝水鼓舞士气。退掉！哦，我们退好快哦。哎、欸，本多来了。很多他怎么有三项啊？哎、欸，就是干死那个凯尔，正常啊。蓝 buff 绝不能跑，不行啊！本多跟李信、哦、啊，我觉得不行，本多跟李信在后面了。那个贾克斯也来，你们要退。四只。我、哦、操嘞，又是我。蹲一下。啊，放生吧。啊，放生。又是我。推中了。你是戴着面具特别容易被人家揍啊！你别说了，早上直接回家。那个东海一直没亮，我看起来也可以。就我那亮灯啊。我刚刚就在吃中路兵，我闹亮灯。奶茶亮的，我想说可以的。我亮的，奶茶亮的。他们推下路啦，他们暴击啦。你看他本多，我就知道完了。他们推下路啦。啊，没差，我推上好，你们顶住最内塔就好了。欸、东海守一下啊，二塔不能。东海完全可以。掉了，那个铁掉的好不好？哦、你还是要顶内塔、啊。他们不会推内塔。内塔有我顶着啦。内塔要劫啊！姐，你相信姐？我都不信了。别说了，我各种鞠躬尽瘁啊！不管了，蓝水喝下去了。哦，你别再吃兵了，下路不是有兵？下路有兵你不吃，欸、吃我的。看，尼玛！龟狗，我可以拜托你不要再送了吗？送你老师啊！啊，不会动，没、欸、动了吗？送啊，快点啊！送了。Oh fuck， 没过去啊、欸！你天上死了14次，天上死14次，他就差一滴没，那也不没办法、啊，好雷哦，那也没办法，东海吓死我了，想说这什么东西，就是我们差啦，我
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不要再过去了啦。欸，蓝 buff 什么时候？蓝 buff 嘞，暴龙 buff 快喷啊！暴龙 buff 他们在吃吗？没有啊，我刚刚讲的是过去了。可我要去守 Jax 啊！别来守 Jax， 他忍者巨族跟三项那打的一屁啊，打的赢好不好？人家跑太快。欸，好来看，那就是打不死啊！我靠，买错。哎，萧良好掉了，推中啊！你买错东西，走出来是不能这样。哎，你不能走出那个范围啊！你要按 back 哦。啊，没关系啊，腹肌斗篷也很好用啊。欸，中路啊，我们中路前塔先搞掉。哇，他们中路这个阵容感觉很猛欸，五个走一起。欸 Gringo， 别闹了，这个再不挡会 GG 啊。欸，刷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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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远打，你打一打，打一打，去去去去，我定住了定住了。三小，哦，欸，假克斯假克斯定假克斯，欸，我死掉他，定假克斯啊！给我绑到绑到，操，这什么鬼？哎，欸，好运姐，好运姐啊！啊，收收头侠登场！啊，收头，收头，收头！啊，我被他，我被他小植物射死啊！好，可以推，可以推到两座塔。真娘学姐总是在最后面出来收头。干，腹肌头风还蛮好用的。别说了，你就收一个已经没招的好运姐。屁啦，我们就本年开了一起短死。啊，你开了一起短死吗？哈哈，另外一点。这个什么短视有点奇怪。我觉得小龙啊，那个啊，小龙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掉吗？打啊，不掉哦。定高机啊，谁小龙啦？不要再送了啦。我觉得小龙算了，他不敢跟我定高机的。我没中级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。来表现，时间到了，希望不会卡枪。希望不会。耶，有需要补这镜啊？这整个霸气都消失了。别紧张啊。哎，拖出来啊，等下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不会啊，离心那么远，他来不及啊。都砍这么久，这个给我，快可以。哦，他凯尔装备也很潮啊，直接那个纳蛇接那个魔穿啊，完全没有魔攻也魔穿啊。上路兵好多。我去吃啊！你一辈子都给我啊！有的就吃，要的。贾克斯在下欸。啊，不行啊，没有人打赢他贾克斯，你去下，你去下。打去下。但你是不是想吃兵嘛？别说了，我去打那个贾克斯就是送头啊！欸，这边有人杀过去了。哦哦，没了。你好狠哦！好狠哦！好饿哦！小龙，看你这个刷。啊，蓝 buff 出了哦，找到找到。欸，我吃，放心。没错，结尾鱼或东海都可以。我没有蓝攻击力就锐减了，减一半啊。牛博，零，欸，你知道零的一半是零。真的，啊，四件盾师五成功啊！他们要破中了，你们这样。停啊停啊停啊！嗯，没关系。又要破中，好，我回来我回来。没有啊，没哦，呀，真的啊。诶，不对啊。看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分推呢。啊，不行，分推，我分推打不赢那贾克斯啊！对啊，那就打走一起就好，会赢。贾克斯跟战车一样，走一下。你不要看现在贾克斯好像还不强，他底薪现在超酱油，他才11等欸，他跟 support 一样啊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在等，我在等我16等这时候啊，哦，出现啦！那贾克斯等雨诺出来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欸，他们家蓝应该刚出，雨诺现在虎烂啊，早就吃掉了。我刚刚看就冰冲，不要嘴炮啊！要嘴巴打喽，痛疼，很超痛的吧？哎，这里真的快变。就跟你说酱油了，我们现在你直接进场，直接进场送啊，姐。在冲塔吗？不好吧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没有。对啊，他们有，他们那凯尔冲塔风险很高啊。那分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感觉他哎，刚死那个贾克斯，刚死那贾克斯，还要到刚死。为什么贾克斯？为什么贾克斯反打我啊？你往这边走啊！对，你要退，你要往这边走。你知道？这是我大绝啦！哈哈哈！
Where's the ribbon？ 我背得太狠了吧？哎、欸，我们杰怎么死掉、啊？杰被谁干掉？快快，哎、欸、，Penta kill，Penta kill，Penta， 啊，你没 Penta， 不可能！哦，是哦，鬼玉操作不错吧？还不感谢哥，不错不错。敢明就我死，屁啦，明就是我这个 bat 哦，不想讲你们。为什么杰死掉了、啊？你怎么死了？我们知道啊，放跑吧。你怎么死的、啊？一堆人在追那个雷魂，追他点数好硬解哦。对啊。大叔好运姐，飞刀爆点数好运姐，真他妈的，烂死了！我第一次看他说烂的姐。哎、欸，我没有魔，我没有魔，要退要退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总觉得你俩要死去哎，放生啦！点燃瓶就还没转好，就你们两个要死了，还转好的。对啊，干我要死去。哎、欸，解救我、啊！来来啊！你死定了啦！你这怎么救？救后面有个战车贾克斯，你要我救你？来我啦！我啦！死啊！醒啊！快点呐、啊，婊子！快点！啊，那个贾克斯我怎么处理？我救你我也死啊！快点救！刀客来了！好机会！好来！干！都来操作！打快切大切大！好好好好好！紧张什么？你大要没了、啊，龟狗，快刷快刷，你大没了，你要送跑了。不用怕，别走，好姐在后面，好姐在后面，不要走那边啦、啊。啊啊，听不懂人话哎、欸。啊、你早点讲啊！你讲完我往上走，他就已经露头了。花大有两只残血啊，盲刷之类的、啊。感觉真的超北蓝的、欸，你抽到底都不救我。不是就这样，我救你就送嘛，打不赢的贾克斯，贾克斯血是满的，不是一滴。搞这就那就是好猛，哎、欸，大、啊、哇哇都很大，一定要输出啊！啊，哦，他妈的在射，操你的嘞！微笑了一个，我、哦、操，他把你头歪掉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大招怎么没出来？出来啊！他头盔已经，我大招没有出来。哦，那、欸、他 Q、哦、走位，又抓他，抓他，又他 Q， 他 Q 水，他飞了啊！干，还还是被踹到要。你给我，给我，快给我、欸！中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要。你去清中路啦！看我一定要抢十六的，受不了！看这是超北蓝不救我，阿赫！我刚跟你说，跑到其他那边走过去。哦，你跟我讲的时候，我那时听了，我一往下走，你亮车灯，我马上往上走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干 BOD， 我命就是我讲了之后，你还走了大概零点五。那为什么你刚不救我？你说，就这样，我救你，我也送你，信不信？白痴，李信给你 poke 都快死掉了，他在敢跟你说他现在在十四等。哦，对，那你就是不是活了吗？我活速靠我自己耶！你不要屁了，我没帮你缓速，你活得了。你不要屁了，我没帮你缓那个缓他们两个，你活得了。啊！哦，我一开始去帮你那个放缓，他们两个转头过来打我就死了。等一下他们会吃巴龙啊？啊，我哪会？白痴，他们看你在下面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欸那个贾克斯，中路退了，上路退了。每次说哪会，好像他们都会。哎呀，送了，上路要狙狙了。那你退下吧。狙狙啊，狙狙啊，狙狙啊。我走位好追不到，追不到。一直要来啊！来，推中啊，推中啊，推中啊！这咋救得了？海尔啦！他不打我哎，是怎样？那我妈绕这边，绕这边会死啊！中药哇，拜拜。要打兵好运姐，真的很烂哎。别说了，超级痛啊！你直接说烂。你跟他打啊！他有没有打？他几个装啊？快，尾鱼，尾鱼，尾鱼上路部落，林老师的。尾鱼，我保你，尾鱼，我保你。哇，进去！操嘞！啊，阿乌迪太 OP 啦！啊，你不要去 BD 了，我觉得你什么人都打不赢呢。哇操！这个好运姐明。快啊！过去了，他没有无敌了。我没有大，我没有大。啊、没有大象过去什么？你真的超烂的，我超烂，没拿半个蓝啊！你跟我蓝，我就是神啊！好，我去下路跟好运姐玩哈。玩你妹啊！卡爆了！看那好运姐真的很猛啊！你不是你开玩笑的、啊，他那个装备。你为什么单杀不了他、啊？你看他的装备跟我的装备。
他没有陨落，你怎么砍不死他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是说他有光盾啊，我刚没有点燃啊，我刚有点燃，我就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分推都比你有效果哎、欸。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打，我们应该打这个吧。我觉得我们分推会 GG， 我们分推根本，我们的分推的脚根本就打不赢对面任何一个人啊。龟狗别再神嘴了，要不是你被定在那里，屁小嘞，我拖到这边呢、欸。你拖到那边你还是死啊？屁啦，那是尾鱼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再下路，不要再出现在下路了。我刚那我刚要那个伤害，我想说可以秒掉。哎、欸，这给我，这给我。你刚扣哎、欸，龟狗要龟狗，让他下，他们会吃巴龙啊。Don't worry， 我已经一点要吃了，不要 worry。来，我来。他们在吃，没有、啊、没有，他们在 bait。哎、欸，奶奶，快跑、喔！哎呀，我奶奶。神仙，哦耶！哦呦，对面跟战车一样哦、喔。哇！哇操！哎、欸，他快天使甲嘞！这好运不先杀会输哦、啊。我切他、啊，不管了啦。统神，你去切，你去切那个，你去骗凯尔大好了啦。你的功用有多啦，骗凯尔大。没视野，有点恐怖。我先插眼。你要插吗？你插。李信就超酱油的。先杀甲是跟好运姐，先杀好运姐啊！我觉得好运姐先杀。我们推中，我们先压中，我们先压中。哎、欸，哦，哎，他没晕到我，我晕到。可以开啊？为什么不开啊？好运姐，好运姐，好运姐，我还动你追，你去打回弹。哎、欸，奶茶开大，奶茶经常开大。哎、欸，开了。哦，不要开到大，靠腰嘞。我又要帮、喔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、欸，开了开了！哇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好猛，被他开到大。哦、我把好运姐整个封锁住，还把他剁死啊！哎，死啊！推中啊，推中啊！我跟好运姐被跟他们分开，哪里？然后我再顺便用大绝收。哎，好猛！可以啊，二十秒可以吃八龙吧？就算我开了。可以啊，我先过去。啊，你好，一起过去啊！哎、欸，他雷魔，好。快点！别说了，我刚刚就插一个 Q 就把那个打死了。我刚刚有点太怕了、欸。不是我刚直接被甲哥是打到残血啊，然后我的一闪现，我闪到这边啊，然后才走过去。他也过去了。赶快吃掉，赶快吃掉，快点！硬吃，不要离开了，死一个就算了。先中级了，我觉得你要死了。然后我在躺。哎、欸，帮我！哇！啊，对！不是截推中兵线了、啊，截推中兵线。不是你们不能死，我死定了啊！这巴龙有点危险，啊，巴龙有毒啊！就不应该路啊！就不应该吃巴龙的、欸。我觉得我们刚回补一趟就好了，反正我们都赚到了。先退，不要再死了，再死就爆了。真的是巴龙、巴龙被逆转条款的，好爽啊！可以顶一下上下。哇，晕啊，没晕，GG、欸、哦，我可以刚死那好运，那好运还在上单机、欸，我一定也刚死，我要被爆山路哎、欸，爆山路，这好运马上被我单杀了，要爆爆机、啊，你终于打赢他了，哇，好帅哟，哇操，总算啊，有点，我觉得会被 GG 哎、欸，有种会被 GG， 不会啦，几秒，我万一都出来，还，你说已经超降级了，哎，重开。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表现，先到我来了。要救壳吗？要救壳吗？拖时间，拖时间。你不用救壳，你就拖时间。你不可能救壳贾克斯啊！救你妹啊！我完全不屌你啊！我已死啊！不要屌我什么了？没关系啊，至少多吃一只巴龙啊！爆下塔没好处啊！我一定要自己跑快一点啊！那个贾克斯冲你，我顶多把你敲晕两个人。受不了，贾克斯超猛的。我顶多去扛后排啊！他现在天使甲两条命啊，有红吗？帮我看一下。你们刚刚是不是有人状态不好啊？不然怎么八龙吃那么久啊？对，我没有摸啊。我已经刚好已经少扣很少血，因为我一直用一档啊。奇怪了，怎么我没有刚？我刚刚到最后没有摸，打一半血之后没有摸。哦、东海，你有摸吗？刚刚没有没。哦，我觉得刚刚应该不要吃的，因为没有。对啊，刚刚应该回补魔的啊，回去。多挑一个兵营而已，那个本来就没塔了。欸，招退，他们都过去了，这边有人，贾克斯跟那加罗，那跟对加罗。
喝个经验吧，胜负就在这一场了，那就这一次会战。我喝了一半了，一半了，等等不喝太贵了，一罐350啊，不是不用钱啊，我操！哎、欸，去喝、啊哦，这今天一定要喝啊，再喝。哎、欸，贵哥，我觉得你搞那个凯尔啦，我来搞好运姐。别啊、哦！我觉得我搞凯尔，他每天都搞到我、啊。我、哦、哎，干、欸、贾克斯复活凯啊？没有，好运姐也复活凯啊。小心一点，对啊，好像也复活凯。有点硬啊，这兵。我觉得我们推中拉不出来、啊，不行吧？学校爆掉！哎哎、欸欸，打得赢啊！哎、欸，我勾我勾，我勾我勾，靠腰的！他差一点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在右边阴啊！我们推点推点推点，让我们全部进塔。倒着、欸！你忍耐一下，我三十秒闪现啊！啊，一定要闪！我、欸、我也三十秒，我也三十秒。啊，先跪一下。有闪讲一下。我25秒，我还30，我还30。我在关一个平南金链，可以吧？他们我们有那个超级士兵哎、欸，等一下等那个啊。好、啊，好了没？你们好了没？你们好，我直接10秒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15秒其实可以了。看好吗？看情况，神拉一个。4秒，够够够够。哎、欸，凯尔是快手。哇操嘞！开始了，开始了，神剁，快点啊！快点、啊，一定赢啊！唯一双二，哎，贾克斯还在。哎、欸，顶一下，加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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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顶，你清不了快，你顶。我进，他们还有三只哎、欸，可以推个上塔吧？可以啊，去推上，去推上。你推这个好不好？又要复活的，要推中间吧？哎、欸，推中间。我大剑，他们理性酱油，还有28秒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炮遥控大。哎、欸，奶茶帮补，奶茶帮补。哎、欸，理性。哎、欸，理性帮你。哎、欸，冒神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杀、欸、啦！杀！好猛、喔、！Nice！ 看我这个刀客，凯尔跟贾克斯10秒，凯尔，我们退桌，我们都退桌上了。我杀，那不用推了啦，总成。吃他 buff 还比较赚，那个刀而已。好险，我刚刚闪 W 凯尔，看，不然那个王会这样会嗝屁啊。哎、欸，就我们在那边蹲他一下，哎、欸，围快蹲一下。加了啦，他们一定会开心的。他是无敌，你怎么砍他？哦哇，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晕，什么力？好痛哦！我操他嘞！是啊。不要相信，不要再相信他的鬼话。不要再相信 他是对面派来的。对对，不要他是对面派来的，你不要再相信他的鬼话。不要再相信这个白痴的话，我刚正以为要被反派，你这个白痴。干，你就他大局就转，你就是你就很难打，你要杀那个，你说杀脚好像觉得算了。哎、欸，我推，我差70元。OK。现在怎么说？一起推下吧。先拉出去啊！我先把线拉出去啊。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那个超兵要先清掉，不然等一下下来必被推。哇，那个凯尔超级痛哎、欸！有没有人要陪我刚一下？哇，我女儿嘞！先，哎，别说了，好运姐把 GA 卖掉了，换那个红眼呐、啊！这什么想法、啊？他没 GA 啊。啊、不是啊，他没 GA 啊，对，是哎、欸，现在 GA 卖掉，红眼就有 GA， 他卖掉，他刚没了、啊，不是啊，他 GA 没有效果了没？我、哦、什么没有效果？用雾魔防啊，他这那叫换红眼啊，这是神观念啊，真的是神观念，比那个比微笑带那个，他们躲起来，他们想阴我们，他们想阴我们，哇，他们一定想阴我们，哎、欸，巴龙出了、啊，巴龙，我操了，这巴龙稳掉了，他们没了，哪去那么快？
放啊，放眼了，没了。他、啊、不见了。好快啊！对，我退，我退，我退。哎、欸，这颗应该。我觉得刚那个位置好像可以开。开、欸。对，我觉得刚那里可以开。来着，阿、啊、刚，我们截在上面。别说了，我刚在这里呀、啊。对啊，靠，你也来不及哎。欸抓到好不好？一德开大，一德开大，一德开大，一德开。哇，闪他挺大的，他反应好快哦。我闪就 GG， 当然要闪。哎、欸，等个四分钟啊，等个四分钟啊，不要脑冲啊。其实我们越后期越不利耶、欸。可是你等他们现在有八龙啊。好吧，他们除非他们饿啊。等一下，还有还有红眼、欸、白色把狙卖掉。我觉得红眼拿红哎、欸。哎，他出军盾，我已经有了。你出哦哦，这也是这也是没先知啊！我操，等下踩在眼上就直接输了。出先知比较好。欸、蓝给我啊，真的、啊，我有蓝，我可以 carry 的、啊。我比较强啊。啊，你吃啊。The shadows have enlightened me. 什么鬼？什么鬼的、啊？那蓝我就我活越久，我这样越好啊！我现在在喝完经验、欸，好像觉得悲剧啊。他 GA 快，他 GA 差不多快要好，结果他现在换这个还饿了、欸、大腰带啊！我觉得要不然你就敲他。我看等等一定瞄好一点，他什么都没有，连位移都没有啊！先知先知，好，我砍他，我要天使甲，忍一下，等下帮多久？你们闪现跟天凯各多久啊？十秒、欸，龟好哦。他们在我们蓝区，在下路。他妈李信很鸟啊，完全不用理他啊。也是啊，他会让李信。我玩的跟五个字的哇，他这样也不能把人家踹进去。玩的跟五个字的一个人一样、啊，实况组一样啊。啊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大开不行啊，开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要来，小心一点，他们这边有眼啊。风筝一下，风筝一下，破口一下。没有，他们加入有大吗？好像有吧。啊、有啊、欸。你们没有闪现没？哎呀，都有。开一个，让他们吃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是，等一下，大家距离近一点，我看。哎、欸，加入。两个字，先带两个字，干无敌！我操哎，你们行不行啊？行，真的行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！我还蛮补一下，回补一下，守护家园、啊。我守护家园出来了，可以，我来。看，他们饿饿的啊，守护家园还在顶。哎，好运姐，好回后面的。哇操嘞！极限距离啊！干你娘的嘞！他的文史还要脚闪，他也人才啊！哎、欸，你们推中我去追凯尔、欸。不是，不是啊！哎、欸，雷文你要帮我、啊，我是说，没关系。他被骗到了，你会不会死啊？感觉会。我神刷，哎、欸，他有无敌哎、欸。弟弟又好了吧？干，直接 GG 啦！他们只能两个教皇、啊，被扎、啊，两个来凑数的、啊。你别说啊，那教皇还出腰带啊，他出大面积都比腰带好啊。点塔、哦，你什么？你们两个牵制住了？点塔哦，塔他们两个牵制住了。点塔，他们两个没伤害的、啊，对面好歹也是五钻石啊。不行啊！好运姐要上，要退！好运姐出来了，你们要插 pick？ 跟我退！好运姐跟贾克是要出来撸人哦。打完摸掉，感觉摸掉，摸不掉。鸡呀、啊！被卡住了。而且我刚刚摸的，不应该听队长的话，我应该摸。跟你说，你不要再听他的话了。你要相信他几次，就算他是你老爸，他也是要。对你别说财产呐，那就 GG 啦，新疆的屁话啦，不是讲你乱听懂观念呐、啊。对面现在掉两路，我们稳稳推第三路就赢了。你刚刚两个输，顺便对面一波 GG 啊，六十几秒啊，你以为二十秒就复活了？反正有你啊，对面走过来这里推掉这个，然后就把我们家里就 A 爆了。我们有完美高手，不要怕啊，去投神，完美投神呐、啊，完美高手。你怎么可以叫他去投塞啊？你不要叫他去送头就好了。感觉这个杰还是没有挽回上一场的悲剧啊。干，你 KDA 1.5 哎、欸。别说啦，1.5 也是很神啊。
我 KDA 超高、欸，看一下我多少。KDA 有二哎、欸，你好少、喔。我 KDA 五啊 ，KDA 八哎、欸，我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三个小心点哦、喔。啊，先推一下。他们会不会脑冲一波、喔？等雷文，等雷文。我直接点这个就好了。走啊走啊，这边、啊、走这边走这边，那边不用再插眼了，我们直接来下去好。OK 的。好，我去分推，我去偷拆啊，我偷拆神。哎、欸，偷拆珠宝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来搞那个珠宝啊！搞你妹啊！你推荐、啊？我们没有，我们哎、欸，他们有天之甲、欸，扁他，对，他。我们这哎哎、欸欸、你，他有天之甲、欸，不是，我们五个一起把钟摸下去好了，干嘛跟他们打杀下路啊？珠宝剩六百，珠宝剩六百滴啦！我们直接一直摸来打，干嘛打那么辛苦？啊，我要先偷拆拉上一下，拉上一下，你要打我要偷他们珠宝。六百滴啊！直接冲进去硬撸就把珠宝撸爆了！还叫我们来，不能不要，能杀就先杀、啊。撸啊！啊，撸珠宝！真的是撸珠宝啦！把我摔进去！哇操！啊！ Victory！ 这场整整被这场整整被骗了四五次啊！这个欸、我怎么崩溃？哦，没有，跳出没有来，没有崩溃。哎、欸，你输出快比差点比东还少、欸，差三千，差两千多。那个已经超酱油的，速度比舍夫还低。没有用，他钱还比辅助少。哎、欸，我钱超多的。来搓的。累死，好难 carry 哦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以后不要玩街。别再神嘴啦，我一个蓝都没拿到啊！我有蓝，早就 carry 了。又在扯，你一直被好运姐单杀。他很肥啊，我快累死了。